殿下果然是谦恭有礼之人，那，心腹就不吝赐教了。大夫不必拘礼，父皇既然能劳动新大夫，做起了这内功患者的差役，那必然是有重要事体要交付于本王。大夫不如尽快宣旨，免得耽搁了父皇的嘱托呀。 本当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责。既是内功患者的差役，心某还真不好越俎代庖。我这就去向陛下复旨。宁其失礼，望大夫莫要怪罪。想必父皇所托，也是关乎国体之要事吧。 怪不得玄尼，果然为人聪明。陛下所托，却是关乎国体之要事。殿下，佛偈有云：“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事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做者事。”殿下，还当多思多想，自己都做了些什么，日后还该做些什么。新大夫。 大夫来此，应该不是为了调教本王吧？哎呀，这殿下果然是性子急躁啊！如此以来，心某还真不好向陛下去复旨了。<笑>魏王宁齐听旨，陛下口谕，即日起着光禄大夫新子宴，代行吃饱之责。 使交之以事，保则慎其身，令魏王宁齐知晓君臣父子之道，修治学，礼物允学，古公皇室。秦大夫，父皇的意思是，主意本王为储君吗？嗯。殿下说什么？ 主意本王为储君吗？没有啊。陛下只是嘱托微臣查教殿下能否担得起这储君之重担。臣宁齐，领旨谢恩。 殿下，快快请起。有劳大夫了。本王唯盼大夫能正心正行，教导于本王。你我，共不负这皇恩浩荡。 看来，楚王殿下这是到了蒲城。师长啊，辛苦你连夜赶回禹州大营，告诉姚阳宇，务必想办法前往蒲城，协助楚王殿下等待援军。属下即刻启程。辛苦了，把这封信亲自交给顾指挥使。 哎，小人遵命。哎呀！ 顾郎中真是华佗在世啊！我阿娘这喘气已经30多年了，没想到顾郎中的方子抓了3天药喝下去就好了，还请先生收我一半。我更惨啊，我都到中年了才方得一子，纯不想这孩子3岁时。
受了惊吓，吃了神智，哎呀，这疯疯癫癫的，一直到现在。我们这家人啊，寻遍了名医都束手无策，直到遇到这位神医，请受我一拜，也请受我一拜。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快请。见过娄御医，将铺子里的药材单子全都呈出来，安王殿下令我来寻几位药材。好嘞，小人这就去办。 顾某云游行医就是为了玄乎济世，这话头在世不敢当，可也不遑多让，不遑多让。好大的口气啊！这年纪小小的，嘴上的毛还没长全呢，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哟，这舌头还真闪不得。人舌下有四窍，两窍通心气，两窍通肾，怎能人精气是根本，万万闪不得呀。 说的不错，那我再问你，这小儿施了神智，你又是用何方？神医让我取了几个头发入的药。头发？哎，还必须是男子，还必须二十年以来无疾患，颜貌红白与顶心取下的头发。<笑>你这是装神弄鬼，招摇撞骗、啊！哎，你何出此言啊？我可对神医无礼。 此书乃宗某毕生所学，为者而成。为了治危，你可愿意一字不差的将此书背下？当时啊，我也不信，心想破罐子破摔，这就治吧。结果没想到，治好了。我孩子三岁，至今七年了，七年啊！ 第一次认输，我是他阿爷，我大爷了，我大爷了！你不懂，我大爷了！儿子，阿爷来找你了。多谢神医。发者血之余，埋之土中千年不朽，这金枝之枯复有叶出，此正神话之应验也。 这疯癫之人啊，多是神智被封，以发为药引，沟通灵窍，方可重启神智。似乎有些道理。哎，罗御医，您这是要寻什么特殊的药材呀？我是来寻莲花执烛。你可曾听说过？怪不得御医对这疯癫之症颇有兴趣。 可这执烛一求，莲花难断。你是知道莲花执烛散的药方？顾某也是听师傅提起过一二，这千年一方早已失传，可惜啊，可惜。罗某倒是小有所成，不知。 殿下不计前嫌，救救我家王后吧！华琼姑娘，莫要着急，本王跟你一样，希望你家王后早日康复。御医，这脉结果如何？启禀殿下，王后这脉象，微臣也无法确诊啊。 你家王后可是有何顾忌呀？我家王后一向安泰，若是安王殿下当真不愿施以元寿，大可明言，何必如此作态呢？
姑娘错怪殿下了，实在是微臣医术不精，不如这样吧，殿下，今日微臣自城中请了一位游风郎中，此人医术高明，在门外候着呢，何不令他试试？进来吧。 在你看来，可有什么异常啊？殿下，单看症状，确实昏迷不醒。不过脉象却没有那么严重。凝意，一定是他在捣鬼，拖延时间罢了。本王倒是很好奇。 安王殿下，楚王殿下匆忙前来，也是为了王后突然病重一事啊。真是什么都逃不过安王殿下您的法眼。我听说那王后生病了，想去探病，但是回头一想，我与那风之薇之前有些纠葛，现在她以为人妇，我去探病。 不太方便，所以到安王殿下这里来探一探他的病情。殿下莫急，这边请。啊，殿下果真是有情有义之人啊！本王看来。 王后奉旨威病得不轻，一时半会儿恐怕难以恢复。本王也在犯愁，你看那金狮王赫连征就堵在我这蒲城门口，这个时候王后再有个什么闪失，这仗我想不打都不行了。哦，原来安王不想跟金狮开战，那本王就放心了。您一定会好好的照顾王后，您的福德。 一定会有回报的。借楚王吉言，我也希望这王后早日康复蒲城，免了战火之灾。也好让楚王殿下在我这多避些时日，想想如何应对天圣陛下的雷霆之怒啊！要是母妃还在多好啊，至少能在父皇身边。 帮本王美言一两句，也不至于让本王如此难堪。安王殿下。
你我都生于皇家，同病相怜，你应该会明白本王的隐痛吧。本王母妃早早仙逝，也是本王毕生之憾事。思与常想，若是能令母妃复生，哪怕是这一生偃旗息鼓，求于这蒲城，我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本王殿下，你思母之情，本王感同身受。有一件小事，还望安王体恤。但说无妨。上次安王跟我一起，遇见一位叫嘉荣的姑娘，我多看了她几眼，安王还笑我。其实是，我闻到了嘉荣姑娘身上，竟然有我母妃身上的香味。哦，我怀疑，她是我母妃的族人。可否请安王同意让她跟我见面？我向他问一问母妃族人的事情，以解本王思念之苦，可否啊？楚王殿下何须如此客气啊？小事一桩，我即刻命他前去见你。多谢安王殿下，请。昨日接当户所报，此人拿内宫之物前去典当，小爷去查了一下，发现正是凌英被劫时丢失之物。抬起头来。你不正是那个宗正寺的狱卒吗？楚王越狱当晚，可是你杀了一个囚犯。这内宫的事物，你是从何得来？说！进了金羽卫的门，别妄想进全身而退了。大人，这是魏王侍卫宣臣给小人的，是他让我帮着那犯人刺杀楚王。魏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居然敢污蔑魏王！小人句句属实，愿与宣臣当面对质。好，既然你说你说的话句句属实，那你为何要杀了实为与你同党的犯人？小人见刺杀魏臣，怕他供出小人，求指挥使大人饶命啊！小人愿指证宣臣，求指挥使大人饶小人一命呀！想办法暴露自己，效忠大臣，万死不辞。新大夫是否也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啊？宣臣何等愚蠢，会用灵婴之物去贿赂一个狱卒，而这个狱卒又何等愚蠢，会典当着内宫所用之物。不错，以顾某多年审讯之经验来看，此人看似怕得很，实则毫无半分惧意。顾某觉得此人背后一定有鬼。即使有人给他们备了一份厚礼，你我也不便服了人家一番美意呀。新大夫的意思是，不是有人指证宣臣授意刺杀楚王吗？那金羽卫就没有不办此案的道理了。明白了。那涉及两位皇子，金羽卫是当禀告陛下，还是暗中调查呢？一个小小狱卒的指控就惊动了陛下，金羽卫岂是如此草率啊？当然是抓了宣臣，暗中调查。明白了。多谢大夫指教。宣臣是宁戚最信任的人，如果你我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抓住他，逼他开口，必定会大有斩获。那如何能做到不被宁戚发现呢？
奴婢见过安王殿下，不知殿下召唤所为何事？啊，华琼姑娘不必多礼。不知你家王后病情如何呀？啊，这里是那位顾郎中为王后熬制好的药。可是本王在想，这顾郎中毕竟是以江湖郎中，王后凤体金贵，本王不敢为他随便用药，所以本王有一个不情之请。 启禀殿下，微臣的执烛伞炼成了。执烛伞就从这侍女华琼开始。启禀殿下，脉象平和，并无异常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赶紧的，去给王后用药。奴婢告退。 过去，派人盯着这位华琼姑娘。她有任何变化，随时告知本王。殿下为何不直接把执烛伞给王后服用？那个。 今世王后封之为，带他下去。这是王后的药引，拿去碾碎，不可耽搁。 还不快去！南姨，这药可是你开的，都有什么呀？放心吧，都是一些补品而已。华兄到底怎么了？他没事吧？楚王在等仆云的密道地图，为了配合他拖延时间。 只是暂时昏迷，你别担心。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贺连征带我来的，他在城外等我消息，等我出去以后，再想办法救你们。那你可有办法出城？只要是可以出这园子，出城不是难事。这几日你寻个时机，以买药为名出去一趟，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贺连征，让他做好接应准备。 叫他千万不可冲动行事。好，明白了。你也要保重，照顾好自己。南一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
我以为此生再没有见不到我们的族人了，太好了，可怜我们的日落族，竟是因为天圣皇帝和你姨母雅乐的一段孽缘，就把我们合族的人杀了这么多。当年听闻姨母没了，族长就曾预言。 恐怕是女先去，日落族就会从此没落，地狱成尘。不知道那些侥幸逃脱的族人，如今都在什么地方？姑姑相信，宁毅会去寻找他们。 家荣，日后好好的照顾宁毅，他吃的苦太多了。姑姑放心，表哥是家荣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子路。 已经可以让你出浦原，这次你去见面之人是大月太子的密探，万事一定要小心应付，啊！如果遇见危险，务必保护自己。表哥放心吧，家荣知道，此事事关我们所有人的性命，定会设法将密道地图带回来的。好，小心，机灵。 这一路走来，还不知道侍卫大哥的尊姓大名呢。我姓高，大伙儿都叫我石头。哦，那真是太巧了，我有个哥哥，小名也叫石头。是吗？嗯，那可真是巧得很呐。哎，不如在古园的这些日子，你就做我的石头哥哥吧。我，石头哥哥，小妹口渴了，请你喝杯茶，可好？ 这是密道出口的半张地图，你想办法交给贺连征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等楚王找到入口的半张图，咱们就可以安排逃离计划了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 大约是一只提防着静思雨太过紧张了吧。这些日子一直都没有休息好，没事。赤薇，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尽量保持休息，要保存好体力，我们才能逃出去。姐姐，这几日你要以王后的名义。 向静思雨提出要求，设法让我们看看其他战俘莫惊情况，以便救助。这事交给我，你只管保全好自己。这里面有三颗药丸，是师父让我给你的，他说万一有危险，可以用来解毒。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父子了。
离开狄京时，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心，他还一直念着我。南姨，若有一日你见到夫子，替我说声对不起。要见一起见，师父说了，不许我离开你。只怕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帝京了。魏王殿下，既然陛下令微臣考察魏王作为储君的能为，你我二人只能相互信任。这第一件事吧，不如同往青龙寺走一走，于佛祖面前盟誓，互不背弃，殿下以为如何？本王尚且猜不透，这个新子言究竟要作何打算？你要小心布防。如今正是非常时期，千万莫要中了新子言的圈套。属下遵令。殿下。怎么回事？属下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。宣臣，启禀殿下，大约是年久失修，才能积干掉的，不似有人故意为之。还是要小心为上啊！你安排属下留在此处，暗中摸查清楚。是。见过新大夫。见过魏王殿下。殿下请。大夫，这是为何呀？别提了，心某也是莫名啊。今日来见魏王的路上，好端端的走着，突然就从假山上掉下块石头，把脚给砸了。你说，着实怪异啊。大夫啊，本王方才在来的路上，竟也被一根柱子砸了马车呀。啊？那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讲究啊？你二人近期命犯小人，要当心呐。敢问大师，可有化解之法？各自回府，诵经供佛，百日不得见面。百日那可不行，陛下何以允许我们百日不见？不行，再说这百日之中，谁知道又生出何种变故啊？大夫所言极是，此法的确有些为难。敢问大师，可另有他法？那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各自找一位八字相合的身边人替代。不过因为不是本尊，需要来青龙寺闭关供佛百日。大师，我家娘子倒是与我八字相合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可是百日太长了吧？那就请施主自行决断吧。那还是请我家娘子来供佛吧。殿下呢？小的愿替主子消灾免祸，是小人的福分。大师，小的八字与殿下相合，是至亲之人吗？
回大师是知青之人。大夫小心。哎哎，等一下，来，慢点慢点。一旦解了上生蛊，你父皇就会无所顾忌。小主子，这你想好了吗？如若父皇和我全无亲情，只靠着双生蛊维系，宁毅也太悲哀了。解了他，我要用我自己的命赌这一扑，活要活个清楚，死要死个明白。我不会有事的。开始吧，主子，我去门外守着。宁城，殿下可在啊？在，不过我不能放你进去，你也不要问我原因。你家主子一向鬼鬼祟祟的，我早就习惯了，我也没有打算问你，还劳烦你转告楚王殿下，安王将于今晚酉时三刻于花厅设宴，庆祝王后康复。在下一定转告殿下。殿下刚刚解了蛊毒，正常的反应。蛊毒？殿下怎么会中蛊毒？何时的事？不着急，这个事情说来话长。小主子，你要记住你母妃说的，远离皇家去选择自己的幸福，这是她最大的心愿。宁毅，你我本就不该相识。当初我真是昏了头，为何一定要见到你？多少次说了江湖不见，为何又扯到一起？杜渊，你为何非得是个幌子？
什么哭了？你不是说祸害一千年吗？我这个老祸害，切死不了。别哭，别哭。志威，志威，志威，林夏，凌晨。 殿下，脉很乱，像是用了什么药，可又不像是中毒。老奴医术有限，我想只怕是请了郎中来方才稳妥。一定是静思雨做了什么手脚。这仆人的郎中，我不信。我要想办法找外面郎中回来。 人间蹉跎。